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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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已经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吧？没有，可以睡觉了。好累哦，我累的，收那么多礼物信，好累。好了，就是可能大家观众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宜兰的中隆套房。宜兰丽丽威斯汀，讲那么清楚干嘛？又没有业配。然后呢，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Room Service 这个服务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说，说不挑战，试试看总统套房里面的 Room Service。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吃，还是真的比较贵而已？我心里也想说，挑战到底挑战什么？挑战的话，挑战服务员的耐心。我们点十道菜，然后打十通电话，一道菜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要点餐。我看一下哈，我要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先生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你可以回家吃自己。干嘛生气啊？不是你跟我说你的预算是2000块，你说你这一餐 room service 你花了多少钱？4000块、5000块。立线不倒，自然醒会先倒。我们就来看看你这4000块到底都点了什么。好，那。台面上有我所点的所有东西，这个是樱花虾炒饭，这个 是牛肉的汉堡、然后这个是鸡肉总会的三明治，然后这个是蛤蜊的酒、那个白酒蛤蜊，然后这个是看起来蛮好吃的奶油培根，还有就是鸡翅，又是炸鸡翅，然后去哪里都点炸鸡翅，所以这个是他们推荐的牛肉面，哇哦，哇哦，我觉得啦，牛肉面你先吃，因为这个东西。泡酒就很难吃了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来，我帮你弄一下。谢谢。真的是4000块。对，没有办法，出来玩就是花钱啊，真的没办法。对对对，但没有人这样花。不是我，通常正常人是大家一起会坐车，然后去外面，然后就是去吃夜市的。我刚刚就有提议 啊，大家都不要啊，大家都不要啊，这些人就是懒惰啊那样，然后就觉得老板很有钱啊，然后公司倒了，真的还要告我们。立线不倒，借口永远不会少。我的面都在吃你的手，好恶心哦！那我吃吧。还是我在吃破的。好恶心！怎么可以把一道食物弄这么恶心？我的妈呀！还是给我吃。翻译。我这个挑剔仔又来了，哎呦，我超挑的。我觉得这一餐你是可以挑的啦，这一餐不便宜。面跟汤真的是分开的。没关系，那我们给牛肉一个机会。肉咬不动。肉咬不动。这一碗要420块，肉咬不动。你搞啊！啊！好吃牛舌是不是？这下总算相信没有业配了吧？这看起来应该 OK， 我觉得。我要生气了。说实话，这道我觉得 OK 啦。你200多块，它这个奶油很浓密，我觉得。风拉小啦。吃得下肚。可能是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吃太浓稠的意大利面，不然，佐利面直接吃一下吧。
好吃吗？嗯，我来试试看。哎，不错，真的是不错，不错。白酒蛤蜊非常值得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来莉莉威斯汀度假村的话，我觉得白酒蛤蜊是很适合点到那个房间里面吃的。没错，还不错。那我们来吃一下这个，他们一直推荐我的樱花虾炒饭。你脑波好像很弱，你都是别人推荐的哦。没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不是啊，到人家店里面就是看一下，不知道点什么就请人家推荐。而且会看起来很难吃。它的好饭，它的蛋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它的蛋很好吃，但它炒饭是甜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是糖跟盐抓错，你用糖在炒的。它就是有饭。谢谢这道鸡翅啊，泰式鸡翅。这是一般的美式三千的鸡翅，它只是美式的鸡翅给你泰式的酱而已。哦，酱子啊？嗯，酱，是泰式酱。OK OK OK， 那我们来试吃一下薯条的部分。OK。薯条如果再难吃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不错，你连吞都还没吞。哎，它牛肉很不得了。哎，它牛肉很不得了，很像是一个道具，哎，很像假的。OK。它是热的，或许是好吃的，但是它好像冷掉了，嘿，可能没有那么有快。我觉得你吃另外一面，嗯，我 pass。我觉得很厉害，很难吃的厉害是。我总结一下，我们的 room service 的所有的餐点，除了面类以外，其他都偏干。都需要你再去点一杯可乐或是饮料。它真的偏干，它很像就是它做好之后，因为它怕它就是湿掉，它就放在那个厨师机旁边，然后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晃到它很干这样子。我们就是天母来的挑剔王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只能就是你知道开嘴。嗯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蛤蜊意大利面是不错的，鸡翅你推吗？普通，因为其实它是很普通的鸡翅，那就对我而言它没有，因为我是鸡翅达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。谁说的？谁说你是鸡翅？谁给你这个称号？还是其实是因为你的手长得很细，很像鸡翅？好了，我们就这一次的那个总统套房 room service， 哎不 room service， 哎 room service， 呀，好，我们这一次总统套房的中文什么？客房服务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中文套房的客房服务，大概体验就在这，我花了4000块-5000块，就为了让大家饱足一餐。没有说不值得，只是说我们刚好就想说可以拍个片来看看这个 CP 值到底高不高。但我觉得总结下来，你还是开车去吃夜市吧。现在是怎么样？吃完了，完食了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这牛肉面好吃，你看我也吃完了。我们把两碗就吃完，真的，我觉得这牛肉面其实没有像他们讲这么难吃。然后那个意大利面也吃完了，我真的觉得可以。所以接下来的东西都是你们把它吃完是吗？对。那樱花炒饭也麻烦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樱花炒饭是真的有点甜。哎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没有吃完？我觉得樱花炒饭里面的虾可以吃，然后蛋可以吃，但是那个炒饭我真的觉得它盐跟糖抓错了。
所以你们现在是说我们台北人说话没有诚信喽？我们说的在南北是你讲的，我没有在讲，我们不是台北人哦。因为我们只有占忠诚度是。对，我们就占那个里面的人而已啦。好啦，口味我只能说啊，见仁见智啊，就是他们吃得完，那真的很棒，他们不要浪费食物，给他们一个赞。赞。没有对焦。不用对我的焦，对到他们就好。好用，他们。给他们一个赞，反正这样子我们浪费食物，我们去地狱就不用再吃这些荤了，交给你们两位啦。没有，你们会去地狱，我们不会去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徐新凯不去地狱才怪，他的嘴巴那么贱。你才下地狱，理由限，今日同场加映宜兰花絮。因为我会怕你啊！亲下去，掐脖子，掐脖子，我不怕的。亲他耳朵，亲他耳朵。我 OK 的，你有种你就来。你亲他下巴，你敢不敢下巴？亲那边，我亲那边。不敢了。好，那我亲这边。快，一人亲。来啊！因为我怕。来哦，来哦。一、二、三。两个熟了，不然我亲你好了，要不要？我亲你了，我亲你。好，然后真的哦，一二三，你是不是不想动啊？你是不是不想动啊？画面好，真的很娘，那么很娘，这画面太恶心了。哎呀，是不是？你都亲了，哎呀，好恶心啊！我要 complete。叶主任换我了，恶男。